I'm Hui Qing Wu. I'm from Hangzhou, China. I'm a student in Valparaiso University. 我在中国大学三年中，我觉得自己不是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但是在美国的一年中，我觉得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。因为在课堂上，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用得满满的，但是在中国课堂上，我们有时候会睡觉，或者是发短信，有时候我们会开小差，但是在美国，因为老师会跟我们互动，每个问题都希望同学们有所回应，并且老师也像一个导游一样带领我们去探索学科的奥秘，所以我觉得学术环境是美国和中国大学里最大的区别，并且是我最喜欢美国大学的一点。对于我这个项目来说，我学了一些课程，有些是关于英语的，有些是关于教育的。从这个课程里，我觉得我非常想学英语教育这个专业，因为首先是我自己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。当我就是从研究生院毕业以后，我拿到了 TESOL 的证以后，我可以在全世界各地教英文。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，非常喜欢体验不同生活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在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，并且可以有一个职业，那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所以欢迎来到 Valparaiso。